这东西下，放在东边吃里面开这头，不要倒冰倒不出来，放到看过去。不要要要龙的，要龙的，不能倒不出来。慢点，看着这边，它中间有一个，这边。再下一点，下面这边，过来往那边下。好，过来过来。好的，然后上下移动，上下晃动，点动。有点那么晃。好，上面来让水泡进。掉下去这个速度，我不是点的动吗？多放下去一点嘛。落下去，落下去。对呀。没有融好后，你看那个冰会融好了后，冰会自动浮起来。你不要弄它，就让它泡。你看有的冰，有的冰已经浮起来了。上下晃动它。你看，融好的冰呢，自动就浮起来了。差不多可以。好，还有两筐。刚上面开口化掉多了，你继续停掉上面那段化吗？底部还有那三个洞吗？好了好了，吊起来。好了好了，赶快这样吧，待会儿把鞋子弄湿。你看这边这个水啊，就流到冰库里面去了。啊，要注意看一下。你不要再全拿这边的水了。OK。你把这个来一点。再往前一点点，再往前，再往前，再往前，点动，再往前一点点。好，落下去。没有，再落。再落。好，落下去，落下去。好了，行了，放的。往前开，放的。你的水等一下都流在这下面了。好了，老吴你来操作。他那个夹子来，夹冰的，把他那个夹子把它拖到冷库里面来，别把他这个冰给浪费了。完了，那个一碎，那个提示搞一下，它都掉里面去了。没事。啊，夹子有没有了？在车上有没有？有。把车都拿过来。
了。